Hello，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礼拜五的这个直播的时间哦。这礼拜，不是这礼拜，今天开始呢，大家有四天的连假期间，我想大家应该已经迫不及待要准备去欢度中秋连假。我今天下午好像看到那个新闻，我们中秋不是中秋节，高速公路已经开始在塞车了哦。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留言分享一下哦，你接下来四天连假要去哪里？那当然。这个我好像说要持续的拜访很多前辈跟民众之外，目前好像没有安排任何的行程，因为中秋节实在有很多的前辈跟民众好朋友还要持续的去拜访。那当然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你这个最喜欢去哪里玩哦，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你觉得南投有哪里可以好玩的地方，可以推荐给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哦。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关键字，大家应该都非常期待哦，每个礼拜都有很多好朋友期待拿到我们的这个等豆饼哦，拿到我们的口罩跟酒精哦，有20个口罩跟一瓶小酒精。那我们一样哦，这个老朋友就知道，新朋友我们再讲一下哦，只要我们上线同时上线观看人数有到30位哦，我们就先抽一位，到40位就抽两位哦，我们持续来跟大家抽。然后但是呢，记得要打上中秋节快乐齁。好，这个很好，我们现在很多 好朋友已经上线了齁。这个我们有看到陈佑、郑廷芳，然后邱松义、张母师、王代佳、张秋香、王伯成，中秋节快乐齁，大家好。还有李树，中秋节快乐。记得赶快这个打上中秋节快乐齁，我们就可以来抽那个我们口罩跟酒精礼盒哈，不是酒精，口罩跟酒精。好，那个，当然我们今天，因为接下来四天的中秋连假，我们今天就来加码抽礼物。待会呢，我们突破40个的时候，我们再来公布要抽的礼物了哈，好不好？接下来大家赶快期待，然后记得这个在线上跟我们收看。那当然，这个我们一再讲哦，就是除了上线收看之外，更重要，你可以随时在这里留言，留下你想要反映的事情，或者是想要跟我们互动的事情呢，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公布。好，然后这个我待会再说啊，小编帮我提醒一下，待会我讲一下这个青年住宅的事情哦。好，先帮我记录一下，我怕我等一下忘记。好，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蓝田街从化区最终规划，这个真的是心有灵犀哦，我们待会就要来讲这件事情。我待会透过那个我们准备的新闻来跟大家报告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新闻。来看一下新闻之前，我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三中小卒：王丽娟、张丽青、李明畅、李修冠、王伯成、蓝杰、范荣健，中秋节快乐。好，我们第一个就是这个科技办案哦，让这个歹徒的行踪全都露哦。我们这个也不说这个歹徒啊，应该怎么讲，就是我们日前发生了一个，在南投市发生了一个机车抢案，然后这个发生之后呢，他就是骑机车到我们南投区的休息站骑去变道，然后再用徒步走回去哦。但是呢，这个过程都被我们监视器给录影下来，然后这个警方在巡线逮捕到案哦。所以这个非常的厉害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科技办案，在一天里面哦，就把这个找到我们这个歹徒。那他这个情况呢，他是这个他先到那个南投休息站去窃取机车，然后再骑去行抢之后呢，再把机车经过在这个市区弄串哦，然后最后把机车骑回原点，然后再徒步离去哦。所以，但是不知道我们在这个科技的办案下哦，迅速侦破，所以我们要感谢警方人员哦。刚刚今天我在拜访那个里长还有民众的时候，有听到目前哦还是有很多，也不能说很多啦，还是有哈、哦、有一种情况就是乱倒垃圾或者乱倒废弃物哈、哦。然后尤其今天里长哦，一听到有人丢弃这个废弃物哦，马上这个卡都外去追查哦，结果追查不到，所以
不知道该怎么讲哦，希望我们也可以科技办案，赶快把他们找到哈。然后当然，如果是你的话，最好就不要再做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新闻。第二个新闻，他说这个也是我们最近一个热门的新闻哦，价值十亿的土地闲置长草，南投市金华区重划惹争议哦。当然，这个在地的民众哦都知道，这个是在我们南投市的市。算市中心，在菜市场附近而已。那我再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最新的进度。当然它这个是因为原本是公家的旧宿舍还有民宅，然后做了重划之后，有一些这个马路跟公共建设，然后日前呢有部分的土地已经标售出去，作为这个重划的底费地，就是重划的费用。另外当然还有我们，就我所知，还有我们南投市公所的地，以及我们县政府的地。那我们县政府的地很开心，我们县政府呢原则上是要规划作为我们的文化园区。那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南投市，我们南投县立文化中心已经盖了将近40年，它是全台湾历史最悠久的那个文化中心。然后尤其这个921地震之后也受到了这个毁损，所以原本老旧场馆就有漏水的问题，因此我们文化局长非常不容易去争取经费来做这个文化园区。当然他这个目前的规划还在看这个规模的经费的大小来做规划。那很多人也问我说，那旧有的这个文化中心呢，我们还是会持续使用。当然我也想到那当天我也跟文化局做了讨论跟建议，未来如果有多余出来的这个空间展览，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南投县或者是南投市这个文物，就是应该说产业发展产业的展示中心，就是说很多地方都可以说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南投县或者南投市的这个发展以及这个历史的脉络。我想对于了解我们南投市在地的文化历史啊，或者是现阶段的这个产业的发展都非常的有帮助。我想这个也是希望我们文化局可以朝这方面规划。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演艺厅，可以有一个更现代化更好的表演场地展览场地，有更好的艺文团体或者是艺术家来到我们南投县来展示，我想这个也是对于很多我们南投县的在地的民众非常的期待。我想这个美学的东西，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案子我也非常期待，当然不是像这个标题写的这个闲置长草，当然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政府规划这些公共场地，需要有一段时间。那大家应该知道这个重划的时间也才刚完成不久，当然这个也要请我们的这个土地的所有权人，不管是县政府市公所，针对你们的这个场地，我想也要需要去做一点整理，或者是这个除草部分。当然这个闲置地方长草就容易有蚊蝇啊，或者是这个流浪猫狗的聚集啊等等之类环境的问题，我想这个也是这个小问题，也是必须要重视。所以这个也在这里回答我们那个詹姆斯刚刚问到了这个蓝田街的最终规划。好，我们接下来有好多好朋友上线跟我们打招呼跟关键留言。那我们接下来目前是23个了，我们希望再7个好不好，再7个我们就要先来抽第一份的这个口罩跟酒精。好好，赶快加油加油啊！上线的好朋友不要下线，暂时看但我一讲完马上掉了10个。好，加油。那我们感谢那个邱松义，然后简淑珍，还有我们的这个张秋香、马玉芳、吴小维，还有钟碧凤。这个钟碧凤哦，对，好，詹姆斯、刘小玉、谢秀凤、唐品瑞，中秋节快乐。好，然后这个有好几个。他说这个詹姆斯他说希望我当选市长后可以让南投年轻化，增加民众运动休闲机能。这个我们上次小编我们上次是不是有讲过，我们希望在南投市积极来争取这个休闲运动中心。我上次好像有提到，这个工业区的厂商也跟我反映，他们可能用一样的价格然后聘请不到员工，很多
年轻的员工哦，像我今天早上去拜访民众的时候，他也在跟我反映，他大我一岁哦，他在跟我反映，他们很多的同学朋友哦，都宁可到台中去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生活机能、生活情况，不是生活情况啊，就是说我们的公共的使用空间或者使用情况，对于我们年轻人的友善程度不是那么高哦，所以我们接下来哦，我们就希望。这个部分，哎，小编先把那个切掉，好不好？我们现在回复问题，就先不用看这个新闻。然后，这个运动休闲运动中心，绝对是我接下来这个当选市长，或者我现在目前为止哦，哎，已经到30了吗？还是差一位？好，这个差一位马上飙出30哦，线上的朋友先不要离开。我说这个运动中心绝对是我接下来不管在做任何职务哈，哎，已经30了，小编可以帮我们抽一位哈。任何职务我会极力来争取，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爱好运动的人，我也知道运动对我们的健康也好，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心情都有很大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增进这个亲子关系，当然这个亲子公园也是我接下来未来想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好，这个他说詹姆斯说南投都没有变，当然看用哪个角度去看啦、啊、齁，南投也是有很多地方改变，那或许可能目前他们有些人尤其年轻人他们想要的东西可能规划的比较少，或者是说情况比较不足齁、哦、那当然最近大家也关心这个篮球场的问题，我们应该去年还是大前年、哦、我觉得有点久了，好像大前年就已经到这个高速公路，我们南投市的高速公路桥下规划设置这种篮球场、哦、好，所以接下来这个进度我会持续追踪，那因为前阵也不能算前阵子这一年多、哦、这一年多刚好遇到我们高工局在整修高速公路的桥墩、哦、那目前要等到他们最近这一两个月会整修完毕验收完毕，我们就可以来积极再来争取经费再来做这件事情，我想这个也是很多民众非常期待的事、哦、尤其我也常常看到我们那个北部议员的朋友，他在脸书分享，他们又盖了，也不说又盖了，又整理了好几十个篮球场，然后有知名的企业来认养哦，我就看得非常的羡慕。好，好、哦、啊，当然我们上次棒球场也有讲过嘛哈、哦，我们去那个斗六打棒球，感受到外县市这个运动场地棒球场的美好。好，我们希望南投市。或者南投县尽快可以有职棒比赛级的这个场地哦。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这个恭喜陈淑珍，这样看得到吗？好、哦，陈淑珍，恭喜你。好，啊，记得这个陈淑珍在的话，记得给我们喊一下在哦。好，然后这个接下来呢，哎，刚刚我记得好像哪里？山中小竹他说南投市区没什么好玩的，希望明年猫罗溪两岸。黄花枫林树木可以盛开变成南投市的景点，我想这个也是我一直在关心的一个规划之一啦，当然因为这个有牵扯到这个猫罗溪两旁的使用的情况，不过这个我持续追踪啦，也希望这个他刚刚讲的明年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当然有好几个地方像我们这个南投市的正兴里也有相关的这个部分，这个河堤旁边，我想这个都是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其实我们这一两年南投很多出现这个打卡的景点、哦、都是跟这个植物有关、哦、不管是我们中兴新村的这个石湖的瀑布，还有哎那个我们过年期间是不是在中寮那个是什么瀑布啊，那什么花还记得吗？我只记得很漂亮，然后造成大塞车，然后这个主人就忍痛把它给割掉、哦、把它砍掉，所以其实有一个漂亮的植物、哦、对我们这个整个观光的景点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当然我们南投市这个要发展观光，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停车问题，然后我们也期待明年可能接下来会规划这个路边停车的问路边停车收费以及这个增建停车场、哦、我想以现在的交通工具跟交通模式、哦、没有摩托车没有可容易停车方便的地方，民众到达的这个意愿就比较低、哦、常常有人问我说
这个最近很多民众在问我说，那个嘉诚不觉得我们南投市的一些商业机能会比较差一点？那我想说我也注意到这个，尤其我们家就在这个商业区上哦，我觉得停车空间哦是大家要持续一起来努力。当然停车空间有牵扯到这个停车收费的规划，还有停车场的设立，以及这个整个这个交通的方便性哦，我想这个也是持续大家要一起再来努力规划的部分了哈。好，接下来刚刚詹姆斯说什么旧到无法整修，他是讲哪一个无法修缮？好，我们那个小编再帮我们看一下。然后这个准天宫马路口设置红绿灯，这个我们已经也去会勘过两次哈。因为这个道路它到紧邻下一个红绿灯太近了哈，所以容易造成这个车子回堵的情况。那我们也在做设置了，我记得好像有画这个这个是不是网状线，然后还有有一个设置我突然想不起来。那其实我们在现场哦，常常看到发生车祸很主要一个原因就是行经这个巷子口的摩托车速度过快哦，你就容易造成车祸。所以这个除了我们刚才讲说这个设红绿灯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行经这个巷子口的好朋友，你的这个速度也要特别的注意，跟就是说已经知道这里有个巷口，然后这个巷子口也容易有车子出现，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这个经过的时候就要放慢速度，你不要突然冲出去啊。我想起来我记得好像是还是原本就有反光镜，这个就是说你从巷子口出来你也要注意这个两旁的来车，然后还有这个四周巷子口四个边角的这个停车问题啊，因为如果你有停车的话你也容易造成这个视线的死角。好，接下来我们这个张永胜啊，好久没遇到你了，我们的霸王哦，那个嘉泽哥辛苦了，晚上好，你好你好，我想大家都辛苦了哈。还有我们的这个陈淑珍，黄伯成，他问这个五倍券南投有加码吗？南投有加码哦，加码可能小编再帮我们找一下，这个会后再把它贴到他的这个留言下面哦。详细的加码情况我有点忘记，我记得南投好像是不是会抽一台，南投是有抽车子哦，南投县好像有现金跟车子，对，我们可以小编再帮我们把那个南投市跟南投县的加码情况哦再把它贴上去。好，我们这个周秀芬、张淑林、张秋香，然后陈亚凯吗，简志文、王爱珠，中秋节快乐。这个霸王说我真是运动好手啊，感谢你，太好了。那个他要跟我一起打波波棒球，虽然我还不是打得很好，但是这个爱好运动有了，好手还不敢说。这个还有马玉芳，他是洗叶兰哦，他应该是要建议说我们也可以在猫罗溪两旁种植这个洗叶兰哦。好，这个詹姆斯他说这个篮球场的部分好像我们过去这个我的口罩怎么歪歪的，这样是不是正了？好，反正重点呢就是说目前没有是事实，南投市没有也是事实，接下来我们还是持续想办法来增设这个部分了。我想因为很多这个打篮球的好朋友哈，我想这个应该都要来积极的来争取。说到这个打篮球，前几天我有听到当地的里长讲哈，如果有在我们中山公园打篮球的好朋友麻烦记得一下，十点之后灯就不开了，然后但是有人把那个灯的控制器把它破坏，甚至把锁破坏去开灯。为什么会把十点灯熄掉啊？因为我们篮球场还是紧邻住家，你这个十点之后还是打篮球，对于我们附近的居民哦，也会造成一个休息的情况，造成很重大的影响哦。如果这么爱打篮球，其实你可以早上六点来打，
好，早点睡觉，早上六点来打，我相信空气会更好，然后这个跟你抢篮筐的人应该会少很多。好，这个季金酸，我们南投好山好水，真的，所以我们希望更多好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南投游玩哦。这个，好多人讲中秋节快乐。吴怡珍，哎，这个是我们自己小编回复这些好朋友吗？好，没关系哦。他说这个马大姐，他说往中寮路上盛极一时的花叫喜叶兰，感谢你哈、哦，给我们这个普及一下。好，我们曾小达哈、哦。这个中秋节快乐，而、啊、这个我们小编刚才抽到了、哦、这个赠勋券，南投加码送，消费200元抽50万现金，这个应该是是不是那个什么，应该是南投县的嘛哈、哦？好，我记得南投市是有抽车子的哈、哦。好，等一下我接。这个詹姆斯他说非常期待我的证件哦，我想定时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就可以看到我的证件了，我们会几乎每次都有一个主题来跟大家报告我们未来要推动的证件跟规划。好，我们最后好像还有个新闻还没看。好，这个新闻跟最近这个疫情有很大的关系。南投现在1800台的 iPad 到位，配发到全县中小学使用。其实这个从疫情开始之前我们就提倡这个叫什么？停课不停学。好，然后这个我到学校也一直问这个校长说有没有小朋友没有这个平板使用的情况哦。当然这个校长他说现在有些小朋友他们都会使用家长的手机，但是手机看久了、哦、对于这个视力的影响还是非常大哦，所以这个也积极配合中央的经费，南投县争取了1800台的 iPad。 当然我们有这个许立伟还有其他的单位，我知道都有积极帮我们争取这个平板让小朋友来使用、哦、我想这个也是对于我们小朋友在家里做学习线上学习非常重要。但我们在讲这个疫情来临、哦、可能未来常常停，也不能说常常停课啦，可能停课的情况还会再发生，但我们希望不要了、哦，所以变成在家上课或者线上学习就变成一个趋势。我想这个小朋友对平板的使用跟这个使用的习惯也要麻烦家长老师共同来配合来协助小朋友在尽可能不影响视力的情况来做学习。好，这个我们得感谢县政府，感谢中央，这个我们总共花费了将近3000万来购买。哎，这 iPad 这么贵啊，我们花了3000万只买1800台。好，下次我来注意一下这个 iPad 这么贵的事情。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讲、哦、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来看一下。哎，中央推5倍券，哎，这写南投竹山加码百元消费抽百万名车，这什么意思？是南投市跟竹山都一样吗？没有，是竹山。没有，那我们南投市呢？南投市应该有吧，他不是有加码送。南投市没有吗？我们朋友们，如果我记得有啊，朋友们如果有看到我们南投市的加码情况、哦、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南投市5倍券，我马上查看看5倍券。南投市，哎，没有新闻出来吗？好，没关系，这个如果我们有收到新的讯息哦，再随时跟大家报告好不好？哎，我们今天这个大家是不是？哦，我们范大哥他说这个好像没有听到哦。好，没关系，我记得参加活动的时候好像听到他们在规划中，现在有听到最新的消息，我们再来跟大家报告哦。
哎，29个，如果我们再突破30，我们再凑一位好不好？今天是不是这个？哎，我发现好像是每次连假前，大家收看的意愿跟收看人数啊，哎，又一个了。我们小编再抽一个，我们已经30了哈。今天是，哎，大家是没看到我们礼物，都不想抽。来，我们今天上个礼拜有送一箱这个柚子哈，我们这礼拜一样再送一箱柚子哈，这个麻豆的柚子。礼拜不是礼拜，我们40个突破的话，我们就再来送这一箱柚子哈。我先把它放到旁边。好，这个王爱珠他问说，921地震公园桥段何时可以完工哈？这个我们哎，我们上礼拜有讲吗？我有点忘记了，也是有讲9月30嘛哈，然后好像。9月30先单向通车，因为有些管线配置还没完成，然后接下来应该是他，我听公务处长讲，大概过一两个礼拜哦，就可以双向通车。好，我们这个期待9月30的单向通车，因为这个主石桥对于连接我们南投市的东西两边哦，中兴新村跟市区非常的重要。好。接下来我们又看到林静薇中秋节快乐，大家中秋节快乐，有抽出来了吗？好，抽出来，我们看一下刚刚中奖的好朋友们。接下来呢，可以吗？好，这个感谢王爱珠，我刚才才刚回答他的问题，他马上就抽中了，看得到吗？好，啊，记得应该还在吧？记得喊一下在哈。好，还有我们，我刚才有漏了我们柯怡君，我们的大姐，她还有谁？李明畅，大家中秋节快乐，洋洋中秋节快乐。好，张宏祥，中秋节快乐。这个大家也可以持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哦，就是说你中秋节，哎，好像都还没有人跟我们讲，王爱珠她还在，感谢感谢。好像都还没有人讲说这个叫什么中秋节连假4天要去哪里哦？有没有这个线上的好朋友？我们换完另外一件事情好了。这个刚才讲了40个来抽了，好吧，我们就不要再改变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另外又准备2个好礼哈，这个立体口罩，这个是4倍的立体口罩，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立体口罩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吗？哦，好。哎呀，我才刚还要讲而已，他这个吴小维就已经先帮我讲了哈。我要说，连下这4天有什么计划？第一个人讲的哦，我们就先送他这个立体口罩哦。结果我们吴小维连假4天掉下就对了，他是第一个讲的嘛哈，我们这个就先送给吴小维，好，我们这个4层的立体口罩，小编再帮我记得一下，啊，也请他记得来地方拿哈。好，然后这个我们中秋节连碧凤他说连假在家最安全，这的确说出我们目前的心声。好。然后林静薇中秋节要上班，他说同学要来慰劳一下分局吗？我有机会再过去哈，因为中秋节连假，我刚才跟大家讲，还是安排很多行程哦。这个而且我们刚才有一则新闻嘛，我们南投分局尽速破案，我想这个应该我们的同学在我们南投分局的这个侦查队应该功不可没哈，辛苦辛苦。还有我们的这个杨秋湖吗？中秋节快乐，燕青他说中秋连假在南投市拼经济，对，没错，这个不止自己在南投市拼经济，我们 也邀请大家各位好朋友一起来我们南投市拼经济哈。好，大家可能前阵子上个礼拜有个新闻了，我们南投市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景点天空之桥，他接下来连假期间就是周末放假期间，他的晚上也会开始营运。到晚上9点，晚上到天空之桥，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有趣哈，所以也邀请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南投市139线的天空之桥。然后这个哪里？周秀芬说防疫中跟家人一起吃饭，对，非常好。然后陈义安中秋节快乐，
陈依然说中秋节快乐，不要群聚。对，希望大家，哎，我们南投县好像也不能在公共场所烤肉嘛，哈，然后只有自己家人可以在自己家里面烤肉。好，我们也希望大家不要群聚。好，然后这个周宗林中秋节快乐，张聪德中秋节家人在一起最美满。对，没错。那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在一起是都待在家里吗？还是可能会到某个地方？好，这个杨菜中秋节快乐，不要群聚。对，邱松义说中秋节快乐，在家赏，他少打一个乐，没关系。这个中秋节在家赏乐趣哦。好，感谢大家。我们今天呢，赶快，我们希望这个，哎，这个看这个柚子应该，就我上礼拜我送出一箱嘛，这个应该蛮，哎，很重哦，然后应该不是应该，我有吃，非常的好吃，这个在地老张的麻豆文旦，所以赶快我们抽出四十，哎，不是抽出四十个，到集满就是累积到四十个哈，我们就会抽出这个我们的什么柚子麻豆文旦的柚子哈，好。然后我们马玉芳他说创造南投经济大采购，哇，太棒了，先给你鼓掌。对，在我们南投大采购哈，好，我想应该有很多，不管是去全联、家乐福或者一般超市，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大卖场或者这个百货，像小北百货啊、龙泉百货等等哈，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消费。这个 Lin Kelly 中秋节快乐，哇，他一连打了好几个，三个中秋节快乐，我想应该是很重要，所以他打三次哈。好，然后这个范荣健他说要刚好要上班，詹姆斯他说只剩我可以期待，我一定会争气的哈，但是应该不是只剩我可以期待，大家一起来加油哈，为了我们南投市，就像我也一再跟大家讲哦，不管未来竞选任何职务哈，尤其这个接下来可能我们南投县的国民党县长初选之后。接下来就可能进行我们南投市的这个市长的初选哦。最重要的是，我也一再问，也一再的思考，我到底能够为南投市做什么？这个才是我参选跟从政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跟想法。所以我们开这直播平台，也希望能让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可以来为大家做什么事情，然后民众的心声到底在哪里？希望透过这个直播平台哦，来跟大家互动。好。这个王爱珠他说宅在家最好，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跟别人哦。然后李平峰议员中秋节快乐，好，吴孟勋中秋节快乐，许秀梅和可可，陈怡然他说中秋节在家烤肉要戴好口罩做好防疫，好，非常好。我好像大家还是比较关心疫情哦。那疫情最重要还是这个疫苗，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长辈照册就甘心哦。其实我应该好几个礼拜都一直在讲这个议题哦。疫苗就大家都很担心打不到疫苗哦，啊，然后现在之前就是中央都说要去1922预约，那预约了之后可能苦等，然后也有可能好不容易等到但找不到地方去施打，就要变成跑去比较远的地方，所以我也在跟我们的这个县政府的卫生局沟通还有提案，我们看下一章。这个我在我的脸书有跟大家报告，我们这一次的临时会我就提案，我们南投县内65岁以上的长辈施打第二剂的疫苗，因为很多长辈在当初在7月的时候照册打了疫苗，到现在都已经超过十周哈，所以照册打的疫苗哈，我们也希望第二剂也可以照册。那在我们这个礼拜这几天哦，尤其我们南投是在今天，在我们的体育场，针对65岁以上的长辈是打 AZ 第二剂哈，已经这个非常辛苦的完成哦。当然还是有很多长辈有些因素还没来打，我们也希望他可以之后。这个尽快施打第二剂，那最重要的是要照册，所以在这里目前听起来齁，应该下礼拜就会有莫德纳第二剂。那我今天看到新闻，小编可以帮我找一下新闻，这个75岁以上莫德纳第二剂
要造册嘛，哈、哦。如果找到这个新闻的话，再帮我们贴到留言区哦。所以家里如果上一波有打莫德纳75岁以上的长辈哦，先不用担心，我们接下来会施这个应该是全国性的啦，哈、哦，会施打这个第二剂，就是莫德纳的部分，在我们南投哦会造册通知。好，接下来呢，这个燕青他说长辈不会用手机，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强调哦，把我们主题再秀出来，主题就是这个长辈哦，我们就希望他打疫苗的时候可以造册哦，因为真的还是非常的重要哦。那好，好在这个中央听到我们的建议，然后尽快的补足疫苗之后，就拜托我们的县市政府哈、哦、来做这个造册的部分。我想今天很多民众哦施打到这个疫苗，应该感受到非常的放心。然后我在各个地方，不管是遇到民众、遇到村里长，他们也在讲这个造册的部分哦，可以让他们这个免于担心说，哎，我到底有没有预约成功？因为很多民众就会跑去找里长预约，然后又要担心预约成功之后能不能打到疫苗哦，然后什么时候可以去打？有些长辈他还是看不懂这个手机哈、哦。好，周秀芬他说加油加油，有责真好，为民服务谋福利，对，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这个何可可他说疫苗黄卡不见要如何哈、哦？这个应该可以到我们的卫生局或卫生所去问一下。上次我是有遇到一个，他说他要去打疫苗，但是这个没有带黄卡哦，这个可以之后补登，但是我还没遇到。哎，38位了。加油，我们再两个我们就要来抽这个礼盒了，抽这个柚子礼盒可以吗？赶快，结果我一讲都掉下来。好，没关系，可以去卫生局或卫生所问一下黄卡不见了、哦、怎么办。然后这个钟碧凤他说造册都不会抢不到疫苗，真的讲到重点哦。这个疫苗真是大家心中也不能说永远的痛啦、哦、还没打到之前都是痛哦，尤其打了第一剂就担心第二剂哦，打了第二剂可能还要担心会不会被传染，然后现在很多这个县市也在讨论第三剂的可能哦。好，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然后这个莫德纳第二剂9月17起接种75岁以上长者，南投县市造册施打。好，我们小编帮大家找到了哦。詹姆是他说我不相信1922平台老年人都会用，当初科批电脑预约就被骂翻了，然后发现1922比电脑预约还不便哦。我想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现实情况。好，黄慧玲中秋节快乐，还有马玉芳幸福南投因为有责，感谢现在大家很多都会用我的名字来这个创造口号哦，感谢大家。这个柯凯盛、张梅芳、林世如中秋节快乐。然后这个许秀梅他说疫苗够大家就不用如此麻烦。这个陈义安大家支持议员选县长，刚好40了是不是？没有啊，怎么小编不是小编，我们的头号粉丝马上说40了。好，没关系，这个我们刚才说40来抽这个，我们现在在线上的这个好朋友我们一样再来加码抽这个立体口罩啦，好不好？一样，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这个线上我们小编抽完讲完名字十秒应该可以吧，哈，10秒内你喊在我们就把这一盒送出去给你。好，刚刚有40吗？还是我们没看到？如果有这个我们的好朋友线上跟我们讲说他刚刚有看到40，没关系，我们就把这一个抽出去哈。好，加油加油。还有我们接下来这个许秀梅他正讲出大家的心声跟大家的期待，他说疫苗够大家就不用如此麻烦。其实我跟大家讲哈，这个我刚才是不是讲到一半，这个陈义安他说支持议员选县长，议员是在讲我吗？啊，我刚才已经有跟大家讲了，我们希望接下来明年我们要积极来争取竞选南投市长，我们也希望能够为南投市做更多事情哦。当然这些政策非常的多，我们也会都在这个直播平台一再的来跟大家报告，跟大家讨论。所以如果你对于地方有任何想法，或者任何想要提出建议，或者是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随时欢迎大家在这个直播的时候留言，我都会来回复大家哦。好，
这个看到马上就掉下来39。哎，那他这意思是他有看到40哦，可能短暂的三秒吗？要不然他怎么会说看到了之后马上掉下来39？好，那拜托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脸书哈、哦，看到我们的直播可以停个三秒嘛，要不然我们好不容易到40，大家都看不到呢。嘿，好，陈依然大家加油。他说，詹姆斯说，中央说疫苗够啊，高端不用预约。对，没错，高端不用预约哈、哦，不管是你是要打第一剂、第二剂哈、哦，只要那个卫生所或者是医疗院所有库存的话，马上就可以打，不用预约。然后当然前阵子，不是前阵子，好像前天嘛。中央不是在讲说要推莫德纳加第二剂的高端哈、哦，这个而且我们的部长好像说，如果什么，什么叫台湾不先做的话，永远没法领先，是不是？还是永远无法走出去？反正类似就是说，我们台湾就是要独特于世界其他各国哦，别人没有这样打，我们先打，我们才可以领先其他国家。好，39。可以让我看一下40吗？好，赶快，小编看到40，我们就来抽这个啊！大家先不要离开，你一离开又抽不了40了。好，这个哪里？41了。好，小编马上抽出去哈。我们刚才是没有抽这个，没有，我们先抽40，好吧？啊，不，先抽这个。我们刚才说10秒钟内喊在的好朋友哈，我们就送出这个立体口罩。好。抽出来了吗？抽出来，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我现在念的是这个立体口罩哦，好，立体口罩，要马上喊在哦。黄慧琳在吗？超过十秒，小编帮我注意一下，如果不在的话，我们这个立体口罩就要给下一个朋友。好，接下来抽这一盒，小编这个马上再抽这一盒哈、哦，这个麻豆文旦，老张的麻豆文旦非常的好吃。然后40是不是也要抽两个？抽两个这个哦，我们好忙哦，一直在抽奖。我们希望这个5倍券的抽奖大家都可以拿到，没关系，小编先抽这一盒。对，我们太开心了，今天好不容易达到40，我们先抽这一盒。好，黄慧琳有喊在吗？有，有哦，恭喜恭喜。好，然后这个我们现在是抽这个麻豆文旦，老张的文旦了哈、哦。好，林 Kelly 在吗？记得喊一下在哦，好不好？林 Kelly， 好，然后我们这个刚刚突破40哈，也要再抽两个，我们的20个口罩跟酒精，好，要送给大家。好，这个大家都非常关心有没有突破40哈，比我还关心。好，这个林世儿他说我只支持牛津 AZ， 好，非常好。这个目前我们都有在45了，我们赶快突破50哈。我们50除了抽3个，我们是再来加码1箱文旦。好，50啊，好不好？刚才没抽到的好朋友50，讲完就开始飙了。50，再来1箱麻豆文旦。好，加油加油。突然断片。我们现在49，赶快50个来，口罩2个哦。这我们现在抽到的是这个口罩哈。这个口罩就40个毫厘的口罩，好，然后接下来50，我们再抽一个这个，然后再加3个这个口罩，好，来，陈义安、柯义军，恭喜你抽中我们的这个口罩跟酒精的礼盒包哈，好，接下来林 Kelly 刚才不是有抽中吗？有，他抽中什么？他抽中柚子，哦，抽中柚子，他说他想要口罩，哇，没关系，我们是抽中的。哇，那下次了哈，你要把机会留给大家，下次要记得在我们收看，我们一样就会来抽口罩哦。来，接下来50的话，我们就要来抽这个3个哦，再加柚子1箱，好，加油加油。一个说要柚子，一个说要口罩，那怎么办？那就大家每年不是每年柚子好像只有今天有哈、啊，这个没有抽到柚子的还可以，接下来50的时候我们会再抽1箱哈、哦，加油加油。好，这个林世和抽，对，周宗林、吴小，哇，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哦。这个陈义啊，我们一破40，马上就给我们宣布了。好，这个中秋节快乐，杨，应该是杨玉华吗？好，李成勋、陈义安，我王在家，加油！陈义安是刚才没抽中，没有。
没有啊，我们希望待会等一下就抽中你，好，加油，46个，来，我们再三个，我们就要来抽给大家，好。哎，我的视讯怎么中断了？视讯有中断吗？没有，没有哈，好，我们持续。这个王金凤非常好，长辈造册，范荣建49了，好，加油加油，我们来突破50就要来抽了哈。哎，为什么我这频道不后吗？小编再帮我们注意一下，50我们马上就要来抽了。哎，陈义安他说他刚刚有被抽中了，有吗？小编再帮我们注意一下哈。对对对，有抽啊，他已经抽中口罩，所以他要柚子嘛，好，好，我们希望，哎，50了，好，来抽，先抽柚子了，好不好？先抽一盒柚子，好，我们加嘛，再一盒柚子，好，然后呢，再来抽三个口罩，这个三个口罩，好，加油加油。哎，在这里我跟大家宣布一下哈，不宣布，来这个活动广告一下。哎，51了呢齁，我们是不是要再持续加嘛，这个到60齁，哎，大家是不是要柚子，再来一箱柚子啦，好不好？ 60 我们再抽一箱柚子啦齁，啊，当然这个口罩四个 ,60 是四个嘛齁，好 ,60 我们再抽一箱，我希望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结束前齁可以再来一箱。好，这个我跟大家这个在活动预告一下齁，我看到大家非常的热烈来看我们的这个脸书齁。我们儿童绘画的创作比赛 Part 2网络人气开跑了，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直播的下一篇，就是我们的网络人气创作儿童绘画创作比赛哈，这一次好像就是我们这一次有得奖了，各个组别的前三名跟佳作，我们都把每一篇的每一个小朋友的画作都已经 po 在这个脸书上面哈，然后大家呢可以去他的这一篇的下面按赞，然后呢我们这里好像是说这个到9月30为止嘛齁，一样到9月30为止，然后在我们原本是说作品获得最多赞的可以获得精美礼品一份，那我们在这里我要再跟大家宣布一下齁，这个小编到时候再帮我记得提醒要改一下齁，这个我们到哪里，到9月30号，我们前三名按赞数最多 9月30的晚上12点截止哈，前三名我们就会送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彩色笔一份，非常好的彩色笔一份哦，好，希望大家一起加油加油。哎，刚才50的是不是抽过了？50的还没。这个是50的50的柚子吗？对，50的柚子。好，50的柚子，这个陈维恭喜你。没关系。在的话给我们喊一下在齁，好，这个我看很多好朋友都在尽不是尽情努力的帮忙拉票齁，好，加油加油，这个还没打中秋节快乐的好朋友们齁，赶快打上中秋节快乐，现在是抽三个嘛，50个三个，诶，55人嘞，诶，大家是越玩越不想睡吗？我们那个许秀梅，然后杨玉华还有林燕婷，恭喜你，这个是抽中三个哦，口罩跟我们的酒精，恭喜恭喜。56快点快点，市长不是市长，那个60个我们就再抽一箱这个麻豆文旦哦，诶，怎么又掉下来了，好，没关系，我来跟大家回复一下。50个我们已经抽过了嘛，好，好，加油加油。接下来呢，这个刚才柯文君说在，然后杨伟芳、张秋香、李明峰，这个中秋节快乐。陈义安说要柚子，对不对？赶快帮我们累积，接下来60我们就再来送柚子哈。好，加油加油。这个林世娥他说税务局女公务员的新闻，这个我接下来我会来了解一下这个新闻。我记得网上看到有跑马灯，他说什么是不是请假四年？哎，小编帮我们搜寻一下这个新闻哦，我记得好像是不是请假四年了？我看到跑马灯，我没仔细看。好，陈依然是54，对，加油，再帮我们拉六个，目前51，再拉九个，好，加油，我对大家有信心。好，这个张诗典、林美韵、张秋香，然后哎，这个绘画比赛都在哪里？公告讯息有兴趣？
我记得我们好像是上次有脸书好像来不及公告，我们下次会在脸书公告，然后或者是密切注意我们下面的这些讯息哈。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办这个绘画比赛，过去都会办这个写生的绘画比赛，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由那个变成带回家创作哈。那当然我们都会跟这个学校还有各个画画班哈，儿童画画班来做宣传，让大家可以来报名。好，张梅芳也可以随时注意我们的讯息哈。这个詹姆斯他说女公务员观感不佳，但没有违法，没错，讲到重点了。这个范荣介刚才说56差一点点，育婴假、产假分免假，这些都是国家规定的假。对啊，我记得育婴假是不是是两年吗？还没生过小孩不知道，知道的好朋友帮我分享一下。我记得我还有朋友他请育婴假请到应该可能还有加其他假啦，然后再加上育婴假，他就是小朋友到3岁去念幼稚园之后他才回去上班。范荣介他非常关心我们的这个讯息，他说我们刚才有57个了，好，加油加油。大家都在呢，我们这个马上抽中马上就喊赞，好，感谢这些好朋友们持续的给我们写这个寝室年龄105万，是一年吗？我们刚才已经有好朋友讲过了哈，这个黄建芳他说有关育婴假，公务员是本俸的60%，一般劳工是劳保局给全薪的60%，这个怎么不比较？都是60%哎。张梅芳 OK 谢谢，他说 OK 什么意思？陈淑珍中秋节快乐，好，这个感谢大家哈今天的收看，我们这个最后结束前哦，这个我想。我对大家非常有信心可以突破60了哈，我们最后再来抽一箱好不好，小编从现在开始最后抽这一箱麻豆老张的文旦，然后呢抽中的好朋友一定要在10秒内喊赞好不好，这个小编帮我们抽一位，然后这个陈依然说水沟都是垃圾或玻璃瓶要请谁来处理，这个陈依然可不可以私讯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地址哈，我再来协助了解。然后中李明畅他说8月10日、8月11日打莫德纳第一剂，何时可以打第二剂？说得好，我记得因为最近都是在预约 AG 第二剂，好像10周才可以打 AG， 莫德纳原本是说1个月可以打第二剂，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好像是可以，应该是还来不能去上线预约啦，不能去192预约，我有点不知道，如果知道朋友可不可以留言跟我们讲一下。但是我们刚才知道就是下礼拜全国都要施打75岁以上齁就要施打莫德纳的第二剂。好，然后这个林美玉、刘诗婷、李成勋抽大家都一直喊抽抽抽。好，抽中了吗？这个10秒齁 ,10秒这个柚子哦齁，激情1万齁，来柯凯盛，恭喜你，在吗？在吗？10秒，10秒。好，小编帮我们注一下哈，来。然后这个黄建峰他说，一般高考公务员本俸不过3万，60%就18000，而且只能领6个月而已。好，没关系，反正这个大家对于这个议题这么有兴趣，我来帮大家了解哦，下次再来跟大家分享。好，这个最后呢，还是要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中秋节快乐，然后中秋连假4天哦，尽量不要群聚好不好，我们希望这个疫情哦，有些人说迟早过去早点过去哦，但是这个疫情看起来应该可能要完全没有应该比较难，但可能很多人就在讲说是不是就像未来的这个不是未来像现在的柯凯盛在，恭喜恭喜，好，我们今天就把这麻豆文旦送出去齁。好，最后呢再次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然后也要再次跟大家讲齁，这个刚才有讲到疫苗不够的问题，其实我们每年都有在对长辈施打这个流感疫苗，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流程非常的顺，跟现在施打这个肺炎的疫苗最大差别就是疫苗不像流感疫苗那么足够，所以他们可以到每一个里的活动中心里面去施打，他必须要因为不够嘛，所以他必须要累积一定的量，可能一次有10个里在同个地方，或者像我们现在整个南投市施打这个 AG 第二剂65岁以上长辈大概只有
我记得好像是1000多个哈，今天实际施打大概是700位，所以他就聚集在我们南投市这个南投县立体育场来施打。所以呢，这个总归一句话，我们也希望大家尽快打到疫苗，然后所有人都可以生活恢复正常。然后再一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拜拜。好。